香，我香啊！我来给你拿。我香那个，香香。给你呢。香在哪儿呢？嗯，香，香没有？香，香。就在南方快递准备要放弃不干的时候，姚远成功的抓住了这次机会，利用这次危机，完成了蛇吞象，把一家比他要大几倍的公司给吞并了。吞并了，刘云天是何等聪明的人，居然也愿意给他投资。姚远让手下信任他，追随他。我曾经尝试想要去分析他的心理轨迹和做事的原则，但是每一次都落空。姚远是一头狼，现在又召唤了一群跟他一样的狼，我可以想象他们出去觅食的样子，没有竞争对手。从来没见小欧这样夸一个人，你知道吗？你在说姚远的时候，眼睛里闪着光。我问你，他和那个女人没领结婚证啊？爸，我刚才说了，是爱莲姐当时落了难，姚远搭救了他一把。我说你也信啊？啊，他们俩毕竟在一起了，他们那些员工，包括你，不都喊他嫂子吗？那也是没有结婚，那叫事实婚姻。不是，是亲人关系。亲怎么亲呢？啊，帮人帮到了一起，这叫趁人之危。爸，我觉得你不要随便给人家的感情扣帽子。爱莲姐当时真的是寻死的心都有了，谁这一生没有个过不去的坎儿？我要是姚远，我也愿意挺身而出，陪着爱莲姐走一程。我还只是昏了头了。我告诉你，这种不被法律保护的感情，我告诉你怎么表都是错误的。那有的人领。